完了，上路飞了一个，啊，这个，哎，这还真的过来啊！这个有没有搞错？直接，这又过来一个送死的，哎，真的，这我都不好评价你了。来，哎，林 C 买大射，这个就赚了。NEC 过来，NEC 回到这里换位，死论在后面开了 BKB 跟大猛削啊，这去削这个 VS 了。觉得削那个水源可能不太保险，蓝猫血不多，这边跟船长堆，这边又是锤死的 VS， 在追着这个船长走，船长有魔抗，算是拿外塔吧，拿外塔比较稳，比较稳，不要硬追，这个硬追你们蓝也不太够，毕竟没有兵力在。刚才这个水人跟熊猫两个人想法太独特了，一个非要进来吃技能，本来人家觉得那是个假的，对吧？本来骗一条技能的。就你非传过来挨，这个熊猫都就更有意思了，直接是踢屁股来，这还要再踢屁股来。不过这会儿天方补给相对好一点，天方没有冰女，所以回蓝方面这几个人都不是很稳，尤其是蓝猫已经打得弹尽粮绝。好，我们看这边是被拉回来吼了一刀，这还是死了吧？锤上，这能逃生吗？我们看瓶子喝呀！啊。他应该早点和平的 TP 啊，在这里 TP 是吧？幻影斧，水源已经幻影斧了。NA 马上到11级，那这边 NEC 继续在线 ，NEC 目前14级，前有2000，这个飞鞋好了，赶紧把钱花掉，肯定要出飞鞋的，这样的话 NEC 可以随时赶到船战的现场。那金卫这边外塔可能是要丢掉。这边18-16，一个羊刀，27分钟，这边是羊刀的熊猫啊，蓝猫这边下一步其实撑撑属性就可以了 ，A 一下好 ，VS 估计要 VS 就是这个金方随时提款就找他，刚才那波也是两个人非要冲到四个人里面把你干掉，你说这证明你多弱啊？你以为是个开着别人打你啊？你说你嘲讽吗？你说你一个辅助别人都打你 ，NEC 这个血滴一口，这个船还是把他撞死了。这边蓝眼临死前插起来一屁股，哦，后面偷袭掉冰女。这边水人跟死问对削，这明显是死问占优势嘛。哦呦哦呦，这一刀削死了，直接削火熊猫，削船长，船长这个血量 ，BKB Sloss 疯狂了，28分钟疯狂，下一个锤子好没好？14秒 CD， 哎，锤上就倒了。一个双杀，这边两个人又在后面一套康莫把熊猫秒熊猫又变回来了，一个三杀让 Sloss， 这肯定要 save 了啊！我们看到 Sloss 这边切入战场意识确实非常好，你发现总是没有人去打他，因为别人技能已经放过了。我相信这个天天方不会说轻视死问这个点的，只是说有时候可能你想甩技能的时候他不在你身边，你想甩你这个啊，等你技能用完之后他又在你身边出现了，虽然没有跳刀23-18，那么这个塔一旦拿的话上塔跟下塔随意了，哇，金卫方同时拿到两个塔钱 ，CM 开大清兵啊，赚点零花钱回家，也只赚200多，这个补刀还是补上了。这时候想拿肉山，我们看一下 Sloss 这一波团要打2100，那么也就是说把他可以换成跳刀，那以后追杀人或者砍人就更犀利。实际上斯文对移动速度要求也是挺高，只要有移速的话斯文追人就很爽，所以疯狂加移速啊，假腿加移速，喉也加移速，还有什么加移速，夜叉加移速是吧，夜叉估计也用不了，不过斯文这个有疯狂不可能再出个对剑浪费，这会儿其实就出大炮吧，出大炮就是打得很啊，爆发力强，就是王道。这边天天房其实装备也是有的啊，并没有说压得很惨，因为船长装备也算不错了，这边熊猫也算过得去，然后呢水人也算合格，幻影斧是吧，现在就看如果被打一波团灭会怎么办，团战很关键，双方都不敢轻易王农。现在就是我们看到民工的这个蓝猫回血太慢了，赶紧补个坚韧球，或者出林肯也可以。这边水人被 R 死，哎呀，
一个 Blink 的，你看人家这个 Blink 就可以跑，可以冰着跑啊、哦，没可能奶上了，这过来了，这 VS 冰你随便杀，最起码能杀两个人吧，锤上 A 一下 ，NEC 过来一套连住 VS 还挺厚的这会儿，冰女追过来啊、哦，冰女倒了，水人跟船长两个人来打 NEC，W 过来 NEC 走一个大，这次射的掉血比较多 ，Sven 一刀两刀锤上一刀血死，再追着 A。第一口追水人 ，NA 在吸收伤害 ，NA 哎被 W 冲死，其他四个人血不多，靠近 EC 准备奶了。这个塔的话，直接敲得我都看得有点难受。飞鞋又存了一千九，那下一步就出魔龙心就可以了。只要天方杀不得 EC， 天方团战就乱。因为我说天方输出不多，没有好的站桩 ，EC 不死，天方就这个啊心里就不踏实。魔龙心、血晶石都可以，感觉蓝也不是很够用啊。说实话，小吼一下。其实这会儿可以考虑去拿肉山。水人也就是幻影斧那一瞬间有一定的输出，幻影斧这波春劲一过，立刻就不行了。好，啊，这边这个 OB 是消失了是吧？果说谢谢，可能是看我帮他执行了 save 的工作。蓝猫过来也是先试一试你是真是假。我现在就觉得你赶紧把坚韧球补，这要补 BKB 防控制，这应该是复制的一个，怪不得这么耐打啊。VS 这边也就是插了两个针眼，我不知道是谁跟谁这么没有默契，插这么近，可能是刚才有人吃隐身符，我没怎么注意啊。天台房主要是辅助是比较稳的控制，但是辅助一般是先死的，而进一方的话，这几个控制活的时间比较久啊，这就不得了，控制活的越久，那么这个效果就越好。如果你能一团战把你技能放两次，一个技能放两次，这个效果就很好了。中路这边又是 NEC 刷钱，好，这应该是想打团了。我们看到 NEC 有点勾引的意思，那么金面的人也快一点把其他的飞鞋出来，好支援。这是谁的飞鞋？啊，是 TP， 来跳刀，好了，那这应该是想中路来打一波了。NEC 我看一下他肉装是什么，极限球，应该也是出羊。有羊的话，天方这个熊猫跟啊水人就很难混了。还是勾引，我们看这几个人埋伏的很好。勾引啊，这小人书是 Pride 的 ，Pride 就是 NA 这边二级小人书了已经，哎一级不好意思，顶住两个人不错。这天方防守，但是没有人出去带线，你没人出去带线，你防守就是徒劳的，别人也不打钱。拿肉山吗？啊，是埋伏。而不是拿，是这会儿拿到山，别人拿你也没有辙的，拿你也没辙啊。看这波团战怎么打，可以杀出来了。就感觉天天方这个眼刚好时间到了，如果这时候天天方这边有眼就好多。哦呦呦，这第一个人吼住一刀两刀啊，就死了一个，后面人上不上，上了也死，不上还死。NEC 的位置一口递住一片人啊，又奶又打血，蓝猫这边。NA 先倒了，这边十分的后面把两个人削死 ，NEC 这边过来再递一口 ，VS 又倒了，那么不剩人了，只剩下水人跟一个熊猫，熊猫一旦变回来就死了。好，踩一下赶紧走，先杀水人，水人红血，这样的话30-20，这波又是进方，哎这边谁这么浪？十分，还是走回来吧。好，我们来 save 一下。这一波也是天方刚才很尴尬，见到冰女被杀也不能撤，因为金卫方我们说有很好的 Blink 技能啊，你这个撤是撤了，但是你不一定能撤得走。